后礼拜就是九九重阳节，立委陈天辉要和阿公阿妈来休困一个十月六号下晡三点半到五点半，将伫新北新光夜市举办着菲菲姐姐陈天辉的亲子门乐园活动。利用两点钟的时间，和规工传顺阿公阿妈会当来休困，娱乐菲菲姐姐来陪伴小朋友做伙来佚佗。水门乐园我们要玩什么呢？水枪冲锋区在现场会提供水枪，当然你要自己带水枪也没有问题哦。再来泡沫戏水区，我们可以大玩泡沫战。再来呢，水球大战区，在现场有三四百颗的水球哦，在这。菲菲姐姐清水门乐园现场有姐姐这深水 SSC， 同时有菲菲姐姐小小亭提供着棒米棒、鸡蛋糕、甲茶汁魔手，以及豆花、甲地瓜球等等点心，让小朋友来补充着体力。同时，阁有最专属的菲菲乖乖，要让小朋友早点去厝。餐厅小孩子玩，我们的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就是在菲菲姐姐准备的歇脚厅，好好的享用美食。有什么美食？爆米花、鸡蛋糕、茶之魔手、豆花、地瓜球等等。会表示讲，活动要让小朋友释放着精力，同时也当让家长甲照顾者会当来小看戏串一下。一系列的亲子的门乐园活动，希望透过亲子活动，让大家感受到生水的快乐。好，我们陪着小朋友度过这个夏日最后最后的尾巴。